愿意以佛法为职业，勇猛精进，在菩萨道上为上人、为自己尽一份责任。今天也非常感恩我们的大白牛车带到现场，所以看到在加州我们的园区里啊，在那里呢也在拉车向前行哈，看到了。他的队伍也是浩荡长，也看到了老中青哈，而且呢还有一群幼少的孩子们，可见呢、美国啊虽然是说35周年的，在那里起码就是中年了，30而立哦，所以现在开始就要增长智慧啊，生命啊，总是呢自然法则，长短不知啦、而且呢，只是身体的这一条命，没有走入佛法，总是呢。懵懵懂懂啦、随着时间过，到底是造业过呢，或者是空过？假如能走入了佛法，那就是日日踏实过，每一个时间都会紧紧的把握着，要把每一个时间都要造福人间，这才是呢生命的价值啊！佛陀是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，就是要走入人群啊，教育人群，指向人群呢，向着正法走，所以要。步步向前行，不只是独行，还要呢拉着车，还要带着人，步步踏实向前行，不也就是《法华经》的真道理吗？所以啊，看到大家都有在精进，人人都喊着说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不到一分钟就讲完了，但是呢，身体力行是生生世世，时间是永恒呐。所以人爱勤，爱精进呐。我们要真正的把人间无明的心灵呢，带向了光明的世界，这才是有价值。但愿人人净化人心，祥和社会；但愿天下平安呢，世界都要。亮起来，这不也就是我每一年的心愿吗？各位菩萨，我们应该要有所觉悟啊！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佛心凡夫心呐、那凡夫呢，就是充满了黑暗。无明，每一天的每一秒钟，总是呢在迷茫中。随着境界呢，来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凡夫无明啊。但是佛陀的觉悟，他的分秒思想。天地万物啦，大地乾坤啦，
虚空法界，万事万物没有一个道理不通彻，所以佛陀称为大觉者。凡夫以大觉者如何比呀？在我的时钟里啊，永远都是有一只小蚂蚁，但是这一只小蚂蚁呢，有心有愿，可是呢，它无力，它总是呢，一直一直在时钟的角落下，何时才能看到了一位往上爬？好像呢，要过还是要定在原位里。有的时候想，到底要如何才真正的呢，在凡夫地了，通过菩萨行，能体会人间啊，宇宙大乾坤，真正的道理都能通彻，不知道还要几生几世啊！自己要有觉悟，不祈求太多，只要呢，每天好好的站稳今天，时间够，不要自我落实，老死去，不要有落啦，落就是无明，老死就是时间过去，从无明中老死，落就是有违法，迄、那个有违法啦，会当做的代志，咱伫咧做，不知觉中会做错，那就是这种呢，落无明落啦，无明老啦，所以呢，该老掉去。但我的本性就是安尼，随着无明老过去，时间过啦。尽管明明自己知道，无常时间分秒空过，但是呢，也不得不跟着时间走。这个叫业，业力，家己的觉啦，也未真正发挥出来。所以呢，在无明中，随着境界被拉的，那由不得自己，总是这样拉着走，天天都在这样想的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一只蚂蚁呢，把它贴在时间里，自我警惕，好好的把握时间，好好的说话，不要呢妄语，那不要呢乱人心的语言，要好好的引导的人，带动的人往正法，还要呢，人人啊懂得正知正见，降低见点呐、不要呢迷失啦，迷了道路啦，这都是。时时要警惕的。现在呢，科技发达，我坐在精舍里，眼睛看到了美国每一位的弟子菩萨们啊，人人的真诚之心，让我感动啊，师父的。说话这样的一句话，科技发达，把我的声音啊传达全球，全球的慈济人啊，人人呢都会，我愿意。所以从去年
到现在天天听到的，总是我愿意正知正见正行道了。我相信人人都是愿意了。师父的呼吁，大家听进去，发心立愿，实行菩萨道，所以我放心，我感恩呐、啊。我们彼此互相勉励，在佛法道上勤精进啊，为人间造福，增长智慧。虔诚为大家祝福，福慧双修，感恩。